烟呢？有想要好命无？哇啊！今天晚上让你过了之后马上就好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遇到了陈云，而且能够感受到音乐灵鸟的魅力。不管是我们曾经认识的好朋友，或者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签书的朋友都没有问题。今天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启动好命 DNA 的一个夜晚。好，那在这个之前呢，请大家各位先检查一下您的手机是否已经关了震动或是静音。来，麻烦大家要有动作，要有动作，不然等一下那个我们音乐灵鸟是非常那个舒适的，然后你的手机的铃声就会哔哔哔哔嘞哔嘞哔哔，哦，那我们中古的手机声都会吓到大家。来，大家请检查一下哦，你的手机是否已经关震动或静音，那待会就不会那个耽搁到我们那个整个签书会的进行。好，应该没有问题啊，我自己也看一下好了，不然等一下。做贼的喊抓贼，好 ，OK， 我已经关静音了，我关机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非常欢迎大家。那我们首先来启动今天的好命 DNA。因为我没有看过签书会有在放这种类似好莱坞的电影预告的哈，看来今天这是宇宙盛会。那今天呢很开心，陈云呢这个名字或许你是陌生的，或许你是非常熟悉的，但是今天你认识的他一定 OK。那陈云出场之前，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，陈云在这几年内呢，已经陆续不管在企业界、艺文界，然后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平民老百姓，例如像我这种贩夫走卒。他透过音乐灵疗已经协助了很多人改造了灵魂 DNA， 不管是在企业界里面一些企业家，当然我们都是非常保密的哦，我们会照顾到大家的隐私。那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说多了呢大家会觉得在广告，今天直接来找一位特别来宾，在我们艺能界当中算是非常帅气的这个男神，散发着这个性感魅力的绅士，让我欢迎知名艺人李志奇先生。来，欢迎我们志奇。这个志奇呢，不用多说，他自己就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的音乐灵疗，对不对？你讲男神，我感觉好像要脱衣服的感觉。男神有点危险。男神是就是，来先跟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志奇。好。对，那我觉得很有缘，大家都很有缘分。那当然就是那位就是笑最开心的那个执行长，是我当兵的时候的同学。好，我们执行长，玉山剧院的创办人。那陈云来讲，就是其实，在短短这两三年，对，到这种规模，我觉得真的不容易，是吧？不容易的原因就是说，他到处台湾每个角落，对，都去，甚至海外也去做很多的磁场的净化、度化的机会。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感官，我们的感觉，例如我们都太忙碌了，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很忙碌，不管是你的事业，不管你的生意、感情，任何事情，都因为很忙碌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，停不下脚步，看看自己。哎，没错。那本人来讲，本身前几年就是在事业上面，或者感情上面，或者家庭上面，其实是有一点。就是打一个小鸡就过不来了，看不出来、啊，看不出来，对。您看起来挺好的，挺好，对。那今天挺好是因为现在，因为接受过音乐灵验，有这个，哦，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哦。很少有人可以这么大方的名人，愿意跟大家分享。我这么说吧，是因为那时候，因为我从小的所谓的就是原生家庭，是我是京剧世家。然后京剧世家，让我们
家族是懒人，懒人政府啊，所以我们家规非常的严格。是，那当然就是很多的规定规矩，可是对现代人来讲是很可怕的，叫繁文缛节。对对对，那对我们来讲很好，因为习惯。那时候就是家庭有一些感觉，然后还有一些感情事业，那就是因为执行长的关系，还有就是其实我跟陈毅也认识很久，然后就去里面所谓 VIP 的音乐的啊，因为你很忙啊，两岸飞来飞去，内地然后台湾往返，那就开始聊。其实我不知道要干嘛，他说你要睡觉，我也睡不着。他睡觉，对，这么奇怪的意思，对，那就很放一音乐啊，对对。其实有好多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多的感触跟感动。他说：“你去想一匹马，这匹马它是非常健壮的马，健壮。它在一个大石头上面，瀑布五彩的瀑布从它的这个头上，流下来。可是这匹马呢，它是被荆棘绑在这个石头上，哇！它要怎么去挣脱？它要怎么起来？哎。”那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你这样讲的话，我看到我家族的那种概念，就是从小，因为礼节的束缚，就给我有这种感觉。可是我并没有跟他讲，我的家庭是什么，他自己就能够知道。对，在跟你的灵魂沟通的过程当中，那是以很艺术的诗篇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就我侧面了解，这一本书里头也是非常积淀了很多的智慧，还有这种艺术的诗篇。这里面有写我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一本好像没有写他的吧？就算有也不会具名。但是你说的时候，大家会怎样？赶快拼命买，看哪一篇有马的那一篇就是。没错。那后来也讲的什么？第二段是什么？你知道？讲到你在一个太空里面，太吓人！你开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火箭，连宇宙都去了，拼命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你碰到很多乱流，你碰到很多陨石。你碰到很多的星球，可是再怎么样，越来越快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你就是撞不到它。哇，哎，那我觉得这好像是给我一些挺有信心，是啊，你就是不要管任何的人，然后在你的事业干，在你的家庭感情，你就是要去主导很多事情。他用很易懂的一些词语，白话，白话，还有一些。音乐，音乐，哎，其实我们的脑子是通的。哦，我们其实我们的中脉啊，生下来是都是通的，后来是因为灰尘太多都堵住了。哎呦，对，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，生下来。所以这样说起来，陈毅是吸尘器的。对，没错，对，把我们的这个灰啊，全部是吸掉，吸掉。对，那当然我觉得我不要在这边做那么多广告。那今天主角还是陈毅，那我们就是热烈的欢迎陈毅。好，谢谢志祺，谢谢志祺的。这个蛮厉害的，听起来。要么陈云这个人就是个骗子，很会编故事，然后不然是文学造诣很高。但是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一个老师？来，各位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陈云。谢谢老师好。那今天我还是大家叫我陈云就好了。哦，那我觉得对，因为我跟所有的朋友相处的都像家人。对，我希望就是陈云，陈云就是我，我就是陈云。对，一个家人的概念。对对对。所以陈云在协助很多人的过程当中。